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我们今天要来介绍高雄烘薯爆浆餐包。好。还是依依。你是吃？好。什么味道？上面这个方块是咸咸的，下面那个面包是干干的，然后是菠萝。菠萝。啊，你有咬到酱酱吗？它有爆浆哎。没有酱酱。好，咬大口一点。它不酱酱。真的吗？好吃吗？非常好吃。那我依依要不要吃？我也要吃。我也出来了。是哦，你嘴巴也都是巧克力酱哎。那你可以吃几颗？如果可以吃，你可以吃几颗？只要桌上有十颗的话，20颗，最好吃20颗啊！再买1颗，好，再买10颗，就变20颗了。因为这是张导说的，一定要吃20颗。你这样。好。你有爆浆吗？我嘴巴爆出来了。那你吃完还想再吃吗？你要吃那个吗？吃一个就好。我要吃完喽，拜拜。